2,000 years later. 是吧？你玩 GTA 玩到睡着？哎，真的吗？哎，就一直飞机飞来飞去的呀，超无聊的，不知道干嘛。超无聊。那就自己做一架空飞机来玩呢、啊。可是遥控飞机也是一样，就一直飞来飞去而已啊，很无聊哎。说的有道理啊，不然用 VR 来做啊。我们在遥控飞机的驾驶舱上面装一台摄影机，然后让它跟 FPV 连线，这样不就好像自己是飞行员一样了吗？诶，可是这样子的话，镜头还是固定的。诶，那我们就让镜头跟着头转啊，听起来很猛哦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来坐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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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帮你坐。我们终于做好我们的作品 Air Reality 空中实境了。那我们现在来开始介绍我们的作品吧。好，那首先我们来介绍我们的遥控器。那我们遥控器的右边的摇杆有分左边跟右边的摇杆。那我们右边的摇杆是的前进是控制我们的油门。那它的左右是控制我们的飞机的副翼。那副翼是让我们的飞机可以向左右摇摆。那左边这边的摇杆是控制我们的飞机，可以控制我们飞机的尾舵，让我们的飞机可以做上下起降。好，那我们遥控器就介绍到这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介绍我们的头部转动感应器。那我们头部转动感应器是侦测我们的头部运动，来把这个资料传送到 FB 云台，它就跟着我们转动。那我们的 FB 画面也会跟着一起改变。好，那我们头部转动感应器就介绍到这边。